如果是我们的原因，换这一定不会逃避责任，但也请你尊重我们的模特。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设计出来的衣服，就这么被你给毁了，你还跟我讲尊重？你就等着我的那身寒吧！罗慕生，今天的衣服被人扯破了，刚才特别混乱，也没有找到罪魁祸首。安妮，今天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设计出来这件衣服，又花了半年的时间筹备了这场大秀，今天要是被毁了，我就……哼，我就跟你们打官司！哼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安子，我们也是老朋友了，你给我点时间。 原来是有人在故意捣鬼啊！我现在就取一个一个的拍着，现在这些这一集于事无补了。当务之急就是解决问题，保证倩怡能够顺利登台，不然业界对我们的评价就只有不专业了。哼，安子，恐怕你这件秀服要改变一个样子呈现了。怎么呈现啊？换什么样子呈现？撕裂的情况呢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即使勉强缝上，线条流畅度也会大打折扣，就只有一个办法。 改，这可是我倾注了心血的孩子，怎么说改就改？就是意义重大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议。如果你现在因为一时意气不改的话，这个后果你我都清楚。这场秀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你我心里也清楚。这场秀结束以后，我损失的只是一个小模特和故事的违约金，而你，话已至此，你自己衡量吧。 太漂亮了！嗯，对，原来真好看。嗯，太好看了！是，太好看了！谁是新人啊？
倩云，你真棒。谢谢苏总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嗯，那我陪他一起去。改的还不错，跟我比吧，还差那么一点。哼。